听听看各位老师们有什么样的看法，来。你的母亲为什么不在那个家乡跟兄弟姐妹们一起过呢？哦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大姐吧，傻傻的，就是她气人，她跟我妈说话就交流不成。我二姐是二姐夫已经死了，就是很难过，我当然不让她去，我就是老三。那弟兄们，我弟兄俩我是大，所以呢，我尽可能让她在我面前待，我弟弟还没我懂事呢，说实在的。 他来北京跟着你，为什么没有和你家里人住在一起，而要特殊的又租一间房子，增加了家庭的开销？我们那住不下呀，你们家住在一种什么状况下？应该说不到10平米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小屋。百林哥口中所说的这个10平米的小屋，事实上只是他用来理发的小店面，两个理发台，一张老旧的上下床，一些简易的家具。 这个家被塞得满满当当，至于妻子来说，她的心里却总是空落落的。每天晚上，百灵哥都要去鸟巢唱歌到深夜，回家的时候，妻子往往已经睡下了，夫妻俩基本没有沟通。理发的工作也几乎全压在妻子身上，对此，百灵哥从未想过改变现状。 您除了唱歌之外，您愿意干体力活不？我真心话啊，我不怕干体力活，但是我就怕把时间给我耽误了。你看前天有一个这个保安，说让我干2600，管吃管住，我想去，但是我觉得白天给他时间可惜了，夜晚我给他值夜班，就是只是为了挣钱，然后干一个你不喜欢的职业，你不喜欢，是这样的不？我倾向于我喜欢的东西。嗯，别人在鸟巢。 免费唱歌的时候，他们是否有自己稳定的收入？当他们免费唱歌的时候，他们是否把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安置的比较好？他们比我好。是否都已经解决了这些没有后顾之忧之后，才作为一个爱好，才进行娱乐、唱歌、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？你和别人是不具备这个同等条件的。你如果说以自己的爱好， 来作为借口建立在母亲的辛苦之上，建立在你这个家庭经济窘迫的基础之上的话，你的情何以堪？心里怎么能够那么安宁？我觉得您还是稍微有一点欠缺自我管理，是什么呢？你有点太由着自己了。如果您爱好唱歌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很多事儿您不耽误的。那像这样的事该怎么弄啊？你像我想不想丢那个，我这个。 你说我心里不想丢那个，又不想丢那个，您是不愿意把俩结合起来，您是不愿意让自己有点难为自己的去做某一件事儿。我给你讲一故事吧，我前段时间采访了，上过春晚的大衣哥朱之文，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？那太知道了。当时约采访，约了3天都没有成型，打了3天电话一直在催，然后大衣哥的理由是我家要收麦子，这点他很清楚。 他的根儿在于哪儿？访谈当中问到了朱之文，当初你是怎么练歌出的名？他是在种地的时候，田间地头唱出来的。一位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。